伍思凯。八岁收到父亲送的钢琴，从此踏上音乐的不归征途，堪称演艺圈模范生。他出道多年却始终洁身自爱，未曾传过任何负面新闻，歌曲中也总是洋溢着信念与真诚，颂扬这世界的美好与爱情的可贵。今年伍思凯重回暌违15年的舞台，要与你分享这些年来难忘的回忆。在今天的想念之夜，我们有很多好听的歌，好听的音乐。在23年前，有个年轻人很会写歌，也很会唱歌。在今天，他要为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分享很多他的作品。10月15、16，在国际会议中心带给你他第一次的演唱会，让我们分享这些好听的歌曲。伍思凯，你分享的快乐，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事业不从。与你分享的快乐，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仍深深感动。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阔。哇！哇！一首分享带给我们太多的回忆耶。那是你哪一年写的歌啊？那是我1993年写的歌。93年写的歌，所以其实你真正的刚出来的是跟郑怡合唱的一个专辑，对不对？他的专辑叫《想飞》，加盟可登的第一张专辑。然后我刚合唱了《我和你》，那时候我在当兵，对。你在当兵？对。那时候不是自己的歌，自己的歌还没有被拿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是我这一辈子最荣幸，第一次唱到李宗盛大师的歌曲。哇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想看啊。哇，李宗盛。曾经独自哭泣，我和你。曾经独自叹息，在黑暗中悲伤不能自己。副歌在。爱上你，并不容易。离开你，那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还在当兵，对不对？郑怡还是小女生，《想飞》专辑。对。那时候你觉得自己会红吗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当时在组乐团的时候想的是，就是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键盘手。就是像他这样子。如果我当年没唱的话，阿咪就不会坐在那里。我当时心里面想，你有组过团吗？我组过啊。那你唱是什么呢？我第一次在17岁在清华大学。清华大学唱的是皇后合唱团的那个《Love of My Life》。你为什么清华大学为什么让你去唱？他就因为那时候非常流行乐团，有什么秋秋合唱团啊，还有蓝天使合唱团啊，2001合唱团啊。那你叫什么合唱团？我叫做Double X。Double X。啊，那个是我组团，那是后面是菲律宾人，只有右边那个是台湾人。哪一个是你啊？前面那个最帅拿 keyboard 那个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我弹 keyboard， 当然你不能看拿长笛的吧？那你唱什么 ？Love of my life, you hurt me, you broke my heart, you know me.唱这个歌曲，对，第一次这样，然后唱到一半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英文大家都不是很好，大家都写注音符号在歌词上面，注音符号在歌词上面，对对对，然后写贴在没有贴了，就放到钢琴上面，就一阵大风把歌词吹掉，弹到一半哇傻了这样，地上，然后我就走到前台这样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我就举个躬。我觉得道歉是一个有勇气的负责表现，回来继续把它唱完，比我唱的时候掌声还大。真的吗？然后那时候我们团员只有4个人，所以每一个人负责唱一首歌，
然后就是唱完以后就是每个人赚500块钱台币，然后就去花掉，然后再等下一次机会，然后一直到了2年之后，在餐厅演出的时候，才被星探发掘这样。吴思凯应该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，不算哎，不算吗？不算。一首成名的曲是什么？爱要怎么说？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做？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？告诉我，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做？心中的火，谁让它燃烧？很多人说，那个吴思凯是爱的歌手，因为他很多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爱到最高点，爱的钢琴手，爱的过火，爱的过火，爱要怎么说？爱要怎么说？爱与愁，爱与愁，最爱是你，最爱是你，你爱谁？还有一首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他写给刘德华的《爱的连线》。哎呦，这个，哎，怎么样？《爱的连线》很好听哦。我真的不是很，你会唱吗？我真的不是很记得，因为那时候老师有叫我去流音四塾就揣摩一下他的声音，所以我想说哦，就试试看。然后后来呢，流音四塾那个《爱的连线》已经写完了，然后老师他们对这首歌没有把握，就说：“哎，那你可以用原先的那个卡啦，重新写曲。”那我就揣摩他的声音去把那个曲写了一遍，就唱完以后，他们说：“哎，真的蛮像刘德华唱的。”就你有模仿过刘德华？《爱的连线》，陌生不再遥远，换取了你我之间，对，那那太甜耶，爱的连线，就是，我当时就是揣摩一下，就然后最后歌写完以后就变成他的歌友会歌这样子。爱的连线其实是让刘德华华仔的歌迷哦，马上说，对，而且老实讲，爱的连线是让刘德华在歌坛站稳的第一首歌，《爱的连线》，谁都记得。那个是爱，对你爱不完，好不好？不，那是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那其实还有一首，他也替张学友写过《情网》这首歌，是是是，也是你写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而且我最不知道的是什么？我昨天才发现，是黄小琥的。不只是朋友，是他写的。我今天真的是，我真的还以为是萧煌奇嘞。不，很多人都说我最近写那首没那么简单，很好听。但是真的你们都搞错了，你们颠倒了。不只是朋友，是我当时帮小虎写的。然后小虎那时候就是个性很豪爽，南部人也很讲义气，可是当时的电视尺度就不是很适合他，就是当时尺度要讲很谦卑很有礼貌，然后大家上电视就说哦，没这样做，就是 那主持人就吓到说你这种就是，然后当时赵传很受欢迎嘛，公司说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像女赵传的歌这样，那我想说哦，像他这种男生个性的人应该真的要得到爱的机遇，可能你要把他当哥们这样子，所以就想说哎，不只是朋友这个题材，你这样太写实。哦，这样子，是有写实吗？有写实。好，所以他当时看到这歌名很不爽，很不屑。很不爽是吧？这什么歌啊？难听死了。真的吗？他没有说难听啊，他不屑，因为他那时候唱，你知道唱西洋歌，刚才转唱国语歌，都会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态度。所以我当时也有这种情形，所以我在第一次在录音的时候，我就一跟录音师的制作人吵架。他是说唱歌要字正腔圆，这咬字咬不清楚，这是不是？当时唱歌的时候就像周杰伦那样，被老师定的胡说八道，我不爱听我了。在录音室我就不唱了。然后你其实不是字不正腔不圆，你是讲话有一点结巴，对不对？不是结，不是你其实唱歌是两件事情。你也知道我们唱英文歌的，其实讲中文不是那么的好。不是，当年很会唱歌的两个人，一个张雨生，一个吴思凯。我在访问他们的时候，节奏都被他们打断，因为你问他说：“哎，最近怎么样？”那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哇，你自己实在是很有才华的主持人。只要哎，就问吴思凯最近近况怎么样？哎，好，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张雨生。张雨生完就哎，好，我们就把他自己叫上。只要张雨生
伍思凯或者造船就很快跳过去这样。没有，我对张雨生你还有造船都特别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厉害。没有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因为我你还没有唱不只是朋友。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有多那么一点点温柔的交错。你从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，还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占有。